没有人能播放寒烈之吼吧？赶快用齐飞丢寒烈之吼，估计就死了、啊。我神灵有没有放啊？其实我可能可以放，我有龙火、龙火药水各一个了。二回下钓鱼哥，对手已经笑歪，说你在冲三小。哎呦，第一个材料到了，太好了。哎呦，哇，居然可以长大，太好了。这玩意儿就摆一辈子吧。不，那你就不知道我要干嘛。我要 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这样好玩吗？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末日即将来临。那算是无耻王八蛋。你觉得这样好玩吗？变成历史。啪嚓！什么都不见了。不错哦，可以下巨人喽。哎，木瓜肥肉。利坦来了，让开！哈哈哈哈！好想拿抽牌哦。五六七八九嘛，会差一滴。那我拿事情参照。这个点三，这个点一啊。嗯。没有，这不是竞技场，这赌个屁啊！这只赌会成功跟不会成功而已啊！我现在留下一大堆招，想办法做这件事情呢、欸。差两伤，他要四关啊，四关也可以了、啊。先给你做就做嘛，很火啊，疯了，干疯了，他抽不到，看这个人太意气用，这个人太刚烈了吧。截一只这个有必要吗？我现在材料到一个啦，到两个啦，这个也算了，这个只要能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到两个了，太好了。我好像空下这个比较好，因为他空台，你下这个你就比较安全。剩两个了，又龙下这就不能下了哈，龙很少哎、欸，这副龙爆少哎、欸。你拿到神器了？对，给你中，找到未来告诉我，到两个了，还要差一只，还差一只爪牙，差一只爪牙差不多了吧？打十四血，龙火药水。这里我拥有拉格纳王之赋予的无穷力量。好了，两个材料到齐了，剩下就是可以弄死他了。接下来就是他这里如果丢全场六点也可以。你给你牛没他、啊，大家人生就重来，到了没有啊？干，还没到、啊。加入黑魔会，快爆我牌，快点，大大，快点。你不会要尬一个吧？你有那个啦，已经有恶魔可以下啦，766恶魔，双瞳虚风，双什么？双补，补都补，血量并不是重点。带来痛苦吧。
他手里可能是那个啦，766恶魔烧，所以我刚应该点掉补这个比较好。这里有点打错。叫我少抽一张。大家爆牌哦！啊，去死吧！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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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Sola。什么内科？说白几张？八张哦，我可以龙火点这个抽一张，下这个抽两张。他剩下的大怪是什么啊？哦，这只还好，这只应该可以用别的方式解。我们先抽吧。我有路障啊，那我该我刚刚先砸才对，这里打错了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的手牌啊，不，少一个爆发哭了。这场游戏看来要台面打死人啊！这场游戏如果不用里面打，不用台面打死人，这场游戏估计是打不死人了。谁呀 ？C5129AZ subscribe twelve months, thank you very much。他爆发没了，至少我被打死的机会就偏低了。你现在十张，你总得给我出一张。定料定在。对，那你手牌是十张啊？你怕数学老师经常请假？哦，滚！这个会害我解不掉。干，那我要葬他、欸、有一张死或者是葬他是最好的。我现在也十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，如果我这个神星全场打三，然后这个会死不了。我怕他被台面打死，我怕我被他台面打死而已。就这样。下这个全场打六，这个打二啊，差一滴，真烦。先适应抽一张吧。OK， 有事。这可能不要下比较好。快成功了啦，台牌库剩九张，妈个找不到答案，东西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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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个重点啊，我只要不要血比他多低太多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知道他 combo 掉了，他现在没有，他现在没有炸鸡勇者那一套，所以我不用提防一发可以杀人。嗯，总算可以随便你印。对，反正你的印一张，你也没有同区，我等一下丢伊瑟拉挡就好了，丢伊瑟拉叫你接。他应该是破法吧，不然另外一个要做的人就破法掉。四个材料都在手上啊。我没时间玩游戏。压倒。OK。那现在就是穷鬼。
然后把它葬走。六张啊，我先抽。因为我要先抽到我要那一张，然后把它葬走。其实可以这样了，我可以硬扫他，然后让我可以扣血抽牌。他有偷过我的牌吗？没有吧？他手里剩药水吧？他打图。我在等大招啊！我剩六张哎，六张抽不到，我有摆吗 ？Get！ 掉这个有点亏，因为他会发现我要干嘛，他可能会发现我要干嘛。他就说：“干，怎么会有人摆要塞指挥官？你他妈骗我！”还在想说，干怎么会有人摆要塞指挥官？你他妈想干嘛？哦，可以抽，可以抽，可以抽！即刻搞掂！部队注意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想要长生不老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选择就搞死自己而已、啊。这样九张吗？拿去都送你，爱你之焰丢都送你。妈个，我剩两张，我还抽不到，我应该要摆烂来找牙吗？我不会没有摆吧？我快没有牌了。有啦，秀操作啊！各位同学知道我们要干嘛吗？先告诉你啊，我要干嘛好啦。死了没有？10.10，动了5分钟，终于弄死他。